Smalling 的破破破破台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malling， 我即摆伫鹿角啊。看，有大大个，肯定是讲，我今日要去我朋友的婚礼，是传统的板道诶，这是我第一次食传统的板道，伫台湾。我细汉时阵嘛会听有，但是台湾人讲吼，台湾的流水席是足传统足浮夸的，唔知影敢是真的。哎呦，日头足大的，鹿角的风足大的，唉，真的是一直吹乱我的头哎。这个就是伊的日头。嗨 ，Hello。舞台耶。有生鱼片耶、欸、哪里看一下那个鱼头是真的吗？真的啊，不然假的、哦、真的耶。今天的鲔鱼生鱼片非常的新鲜哦，我们新人非常的用心来准备的。那现场大家应该有看到今天非常可爱的杏子熊在现场、偷偷的看伊做物件。菜是鸡汤，哇，这个鸡油诶，足满诶，好浓哦，好像鸡精那么浓诶。好吃的，第一道就很惊艳了。哇，龙虾。特别哦，我是反鱼翅联盟哎，这个没关系啊，这个菜就 skip， 这个下面龙虾，热的，我下面特别 happy 哎，哦，终于有油饭来了，安井油崩，蟹黄哎，蟹膏一对，哎呦，它的油饭好白哦，哦，我就寡哎。牛崩，牛那边，牛加盐，过来，难怪颜色这么淡。不要牛，然后如果有菜头诶，麻油诶皮诶，好浓的麻油哦。牛崩，拜拜，足嫩诶，鳗鱼。几百分？我爱吃鳗鱼，我鳗鱼就万事足。嗯，受不了了。嗯，非常漂亮。这么，好烫我的手。哎，起雾了，起雾了。镜头看不到。干杯。哇，干杯！哇，好大颗哦。还有。这个好吃哎。好吃啊。不油哎，比不油。你要小尝试一下干贝是什么？应该就是贝类上面那个闭合肌。哎呦，这个好呢。你如果真的不懂哦，我拿了啊，把它打开来。哦，小米，小美冰淇淋。谢谢米，别拜，叫老口哎，混类拢大鱼大肉的啦，拢甲管的啦。OK， 今仔日食的就是鹿港的口味，嘿，今仔日的体验就到这，好，继续，四界铁佗，好，再见，拜拜。